哎，哥，安静啊！哎，施法术师，听说是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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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
挺神的啊。人呢？老爷，老爷，外面来了个踢馆的，把人都抢去了。走，看看去。神仙这次灭了酒，大家绝对免费喝。我家神仙这次下山就是要普济众生，绝对不要大家一文钱。老爷们喝了之后年轻十岁，大娘喝了之后保管变成小姑娘。好，变小伙子喽！也是神仙，又来一个。喝神仙的酒喽！变小姑娘了，生双胞胎喽！真香呀呀呀！门口跟我叫板，真是不想活了，出去给我砸了。慢，老爷是有身份的人，公开派人出去砸场子，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，还显得不够气量，怕他似的。这倒是真的，他这明显是要跟我打擂台啊，我还怕他不成？对呀，老爷功力多深呢，这哪是土老道能比的，到时候还不把这假货打个屁滚尿流，灰溜溜的滚蛋。那快把台子给搭上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你们都快着点啊，老爷我要亲自出马了。快，多叫几个人都跟我出去搬东西，快点啊。快点快点，来这边这边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。快跟上跟上。有请王神仙亲自出场。哟，真大仙亲自出马。哎呀，还真来了，真来了，神仙亲自出场。哎，这回有热闹看了啊。哎呀，是啊，那这是真是要打擂台啊。我看看，王神仙肯定更厉害。是啊，王神仙就是这么厉害。我还说不了，这没辙呢。贫道初到贵宝地，多有叨扰，还望关照。哎，诸位诸位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啊，看真神仙表演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都过来！来来来来，都过来！哎，我有事。哎，来来来，看真神仙表演啊！哎，都过来过来啊！哎，咱们真神仙表演，出杯出酒，看戏一样。咱们去那头看。
看看吧，一会儿再回来。您看看钱真多呀！哎呀，真是厉害！是啊，王先生今天要变什么呀？哎，真是空的啊，空的，大家看到了吧？空的啊！瞧瞧瞧瞧。酒可不是什么野路子、野狐仙瞎变出来的，而是从王母娘娘的仙山昆仑山上取下来的仙山琼浆，是专供神仙喝的，年年益寿，料钱免费喝啊！只要记住我们王神仙的功德就是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喝喝喝啊！免费的啊，免费喝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不要钱啊！好，什么仙山琼浆啊？我喝着就是一股子马尿味儿。嗯、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难喝死了！对啊，空盆变铜钱了！好，大婶，看看去，去那边看看。好，老板啊，来来来，好，这边看看，去那边看看。变钱喽！对对，来吧来吧。这边，哎对。大家看好了哈，开始施法术了，空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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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没错，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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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玉盆是空的，它这也是空的啊。是不能随便变的，大家稍等，别急啊！来看看啊，再变一次，等等啊！再一回吧，乡下一回。歇息一会儿再变啊！哎，歇息一会儿。来啊！下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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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看那个王神仙盯着马粪看那样都要昏过去了，快！哎，这个银子变马粪的主意谁出的？他。哎，这主意出的不错。小五啊，这银子归你，拿着给你大舅哥治病啊。不不，小子怎么能用这些银子呢？哎，这银子本来就是从百姓这儿来的，这叫物归原主，这没有什么不能用的。这个拿着，只要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不拿我可拿去买酒了。哎，你拿你拿，拿就把它变马粪。这呀就是个开始。哎，这神仙且往外掏银子呢。嗯，而且这还不算完，他不是神仙吗？咱们得让他自己到官府认罪，而且嗯，给你月账、修墓、修祠堂。谢大人。老爷，您的粥煮好了。哎，老爷，来，老爷，不喝拿走。去！哎呦，滚！滚滚滚滚滚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哎呀，走走走！等等，嗯，你留下。马上给我派人去追，去查，看看这家伙到底什么妖怪，抓住以后马上给我杀了。是。不过老爷，此人看着有点功夫，不好对付啊。什么功夫啊？不是功夫，是骗术。他骗术再高能有我高？他哪能跟老爷比呀？老爷骗术天下第一呀。哼，这家伙肯定是给我下套了，要不就是收买了我的助手。那小子招了没有啊？已经打了30大板了，再打人可就废了，还是别打了吧。死了活该，这种废物打死10个都不嫌多。老爷，那个老道来了。什么？这家伙竟敢自己找上门了？老爷，我看过了。你确定他是一个人来的，没有什么埋伏？看了，似乎真是一个人。嘿，胆儿够大的。看我不把他剁成肉酱，让刀副处准备。老爷，此人法力高强，他既然敢单独上门，肯定是有备而来的，大张旗鼓未必有胜算。闹得动静太大，一旦失手反而不好。老爷忘了白天的事儿了，不如先把他一步步引诱到咱们的掌心里，料他轻易跑不了。他既然给咱们来暗的，咱们何不给他来阴的？好，我让他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。啊，先生，我们老爷请您里边坐。带路。啊，请请。哎呀哎呀哎哎哎，怎么了先生，怎么不走了？杀气重啊。啊，哎呀，哎，请请请。哎，来请。您这边请。贫道给大师行礼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哦，贫道特来给大师赔礼道歉。
今日之事，贫道内心深感不安。大师啊，今日之事扰了大师，贫道内心惶恐，道歉自然是应该的。我那是状态不好，凭我的功力，你一个老道能给我过了？哼，道歉是应该的，但是光凭道歉不成吧？按江湖的规矩，砸别人的饭碗，那罪过可大了，扒皮砍头都不为过。正是，大师啊，贫道雕虫小技扰了大师，愿打愿罚，细听尊便。况且贫道老朽死不足惜，只是有一样啊，大师，贫道想给大师的赔偿，恐怕就要落空了。给我赔偿？哼，凭你？怎么赔？你拿什么赔？莫非你家财万贯不成？大师开什么玩笑？贫道在山中修行，一心成仙成道，何来半分文粮？只是我想给大师的，是金钱买不到的，恐怕也比那金钱要珍贵许多。哦，金钱都买不来，有什么东西比金钱还贵重？你的性命。我的性命？大师，实不相瞒，贫道此次前来，一是想赔礼道歉，二是想尽微薄之力救大师血光之灾呀。哎呀，我谢谢你啊，看来你一个破老道，不仅学会了耍把戏，还会吓唬人。我有吃有喝，钱都花不完，我有什么血光之灾啊？非也，大师啊，那日我观大师面相，山根部隐隐有赤黑之气，印堂之上煞煞见白煞之气。大师应该知道，山根赤黑符，血道两悠悠，白煞印堂现，应防行杀重。况且刚才我一进院来，一股杀气从东南方隐隐袭来，近在咫尺。大师，恐怕你命不久矣。我通天地神灵，有灾有难我未卜先知，你这跟我胡说八道！来呀，把这妖道给我绑了！不灵不！大师，如果执意不肯接受贫道相助，那也是大师命中定数。只是恳请大师将那箱子移出。嗯，待贫道看来。箱子现在在东院，带血一定要搬走，不然的话，别说是大师，就恐怕整个院落都将被血水淹没。什么？带血的箱子？此物长约七尺，杨木制成，藏污纳垢，最不易放在家中，尤其带血，乃不吉之物。请问大师，此物可是一个远方的贵客从远处带来的呀？大师不语，待贫道看看。此人位高权重，似乎是从京城而来，大约两人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年长一年轻。大师啊，不知贫道看得对不对啊？
大师又不语，待贫道再次看看。箱中原有一物。啊，还好是死的。活的。哎呀，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，向大师平日广结善缘，也交了些个朋友，怎能经此哎血光之灾呀。无量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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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师啊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贫道即便有心相助，他也无力回天呐。就此作罢，作罢。无量佛，来来，带我走，带我走。嘿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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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带血的箱子，什么贵客，什么官高权重，是死是活的，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到大师门前高官如云，贵客如云，宝马香车如云，尸首牢狱。大师啊，您离尸首牢狱近在咫尺啊。你看到的箱子，箱子里的人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带着血的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死的。那后来呢？活的。贫道还看到深夜淡淡灯光下有人进来，从箱子里爬出来。俩人。俩人，俩人，俩人。那你看清楚那两个人的模样了吗？待贫道看看。50来岁，左眉上有个刀疤，身高跟他差不多，是个男的。这另外一个也是男的。那你说说另外一个长得什么模样？这另外一个怎么长得跟那个一模一样啊？哎呦，是他的影子。大师啊，贫道岁数大了，连人跟他的影子都分不出来了。大师啊，只是这血光之灾跟官车有些关系啊。你是说有当官的想出卖我？世俗之事贫道不懂，贫道只是在说您遭人陷害了，恐怕命不保矣。伸手。多则3日，少则1日，可能几个时辰，我实在是看不清了。血啊，府上鲜血成河呀！无量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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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量佛呀！哎呀，你还真会装啊，你个破老道！无量佛，无量佛，无量佛！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套吓唬人的法子的？偷听那么一个事情来唬我，想敲诈我？无量佛，无量佛。我看你倒像是被什么人买通，
想陷害我的那个人。来啊，把他绑了。我俩放，我俩放。哎呀，大师，绑贫道可以，还望大师往府上东边看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后边的墙上和门上都是血。什么？小的正在巡夜，听见有哭声，就到门口去看，只见到处是血啊！在哪儿呢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快看呐，到处都是血！老爷，小的，小的还听见有哭声，是那些屈死的冤魂来索命了。别胡说八道啊！再乱说，把你舌头割下来！我命啊！把这打扫干净了，快冲干净了啊！快点！大师啊，您既然看到了，可有什么法子攘解？方法自然是有，可惜大师不信，贫道所言也是枉然。别！我们相信。大师您上座。哎，您坐。道长大人，神仙大师，刚才多有得罪。在下给您赔礼了。大师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非仙非圣，只是在山中修行多年，今日路过贵宝地，以救人危难而已啊。是，还求大师多多指点。大师有所不知，此事关涉天机，要求到多位神佛保佑，以我的功力也只是十之有七呀，还需府上众志成城。你们这个诚心可有啊？有，我们都有。有。那把他们都叫来吧。啊，快去啊！把所有人都叫来，快点啊！哎，都进来，来，哎，跪下，哎，快点，跪下。哎，来。各位听好，若要去灾，须得心诚，斋戒沐浴，祈祷焚香，缺一不可。哎呀，是，取清水麝香啊！快去啊！将洗去尔等被污垢的眼鼻口舌。怎么什么都看不清了？看不清了，真的看不清了。哎，俗世凡尘，需看不见，方能六根清净。哎呀，随贫道来。
拽着我点儿，这边看不到路。来，你慢点啊，扶着我呀。跟随频道念诵神咒，心口合一，同声传诵，念诵77遍，去祸得福，记下了。记下了。那，停！不行啊！此咒语虽然法力无边，但是有几种人他是念不得的，否则，即便贫道用尽全力，不仅帮不到你们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哪几种人呢？第一种，残害生灵，谋人性命者。啊，放心，杀人那是灭天良，谁会干呢？我们老爷最仁慈了。是、哦。第二种，勾结官府，占民田产，强占强取者。啊，这个、啊，我们老爷也不曾做过。啊，是。第三种，装神弄鬼，假装医术，骗人钱财者。哎，我们老爷何曾做过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啊？一旦做了，天打雷劈呀！是。哎呦，都没有是吧？好。跟随贫道念咒，保佑尔等。南无。格里格达，格里格达，往前走啊，往前走啊，不会走啊，不会走啊，使劲走啊，使劲走啊，走啊！
前走啊！往前走啊！看到这样，看到这样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还得找他，还得找他。呜、哦！哥里哥的，哥里哥的，不好走啊，不好走啊，继续走啊，继续走啊，不好走啊，不好走啊。吁！仇！哎，老爷，老爷可不敢这么说，也不能这么说。他料事如神，那血也是真的。老爷难道忘了？莫非，莫非他真是神灵派来的？他就是神灵，我也不在乎了。没了金子，就是当神仙没意思啊。老爷别着急，丢弃点金子算什么？你不是还有别的金子，还有好多房产吗？破财消灾，你该这样想才是啊！破财消灾，嗯，最大的灾就是没钱，我宁可抱着钱下地狱。老爷，你依旧不怕下油锅？下油锅？只要给了钱，我晾那些小鬼也得手下留情。等那时候，油锅都是凉的。都是那个破老道给害的，他一出现我就倒霉。不行，我非报这个仇不可。哎，老爷。我不过是劝你冷静，即便那老道真的有诈，也非同小可。老爷，我的意思是，千万不可贸然行事。对，我不贸然行事。你不是说，给他来点阴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给他来点阴的。雪，把孔雀胆给我拿来。哎，老爷，你真要那么做？那你不怕报应吗？我不怕报应，有了钱我什么都不怕。去，把它给我拿来。不不不，我不拿，我怕报应。你不拿，行，你不拿，我拿，我还就不信收拾不了一个破老道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去，给我闭嘴。你可想好了？就不怕得罪神灵吗？求大师原谅，在下是诚心的。这个老君有眼，这可是上好的名茶，是我在雾灵山上求来的。来，您品尝。哦。哦。哎，这杯，这杯。哦。我还是念完这段再说吧。哎呀，大师，我可是诚心诚意的。您看您那么辛苦，还是先喝了茶再念吧。可是无功不受禄，大师托付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。哎呀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看，为我们这等劳累了一宿，我等担待不起呀。啊，哦，那就愧领了。一定让我喝吗？一定。理由呢？理由是，让大师清清嗓、润润喉，好继续传送咒语啊。当真？当然当真。你可知道，欺骗神灵必遭报应，无奈。
内俱焚，七窍流血，这你可知道啊？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老爷，大事情。哎，看来天意不可违呀。大师，你也请吧。啊，我，好好好。请请。我说的血光之灾就要到了啊！大师啊，你刚才下的那个毒原本是想毒死我的，对吧？可他现在跑到了你的肚子里，可惜呀，我一心救你，屡次提醒阻挠，你呢一意孤行，不思悔改。可惜我一片善心，反倒被你荼毒。看来天意不可违，报应不可期呀。难道也帮不了你了？我倒要看看咱俩谁先倒下。孔雀胆，此毒发作第一征兆，胸有微热。他怎么知道是孔雀胆？我不热。紧接着会有眩晕之感，头重脚轻。我站在这儿稳稳当当，转一圈试试。晕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头晕之后便视物不清，目有重影。失误。哎，有重影。老爷，莫非你是真中毒了？疼痛开始没有？先是隐隐的刺痛，渐渐的钝痛，明显的绞痛，而且从肚脐以下关元之血石，对不对？老爷，你肚子疼不疼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把那个药放在你那杯子里，怎么会跑到我的杯子里呢？一切自有天意啊。哎呀，我们老爷是真中毒了。老爷，那药很毒的。大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救救我吧。大师，救救我们老爷吧。求求你，没法相信你这人。小子知道错了，大师我改。大师，大师，你错哪儿了？我错在，不该坑害大师，把大师的好意当成驴肝肺。嗯，我早已把世俗观念抛在脑后，岂在乎你的看法？那我就错在，不该敛财，我太喜欢钱财了。嗯，鸟为食亡，庸人敛财，这是通病，不算大罪过。那我错在，我为了财，我害人骗人。大师，有这事儿，说吧。我假装给人看病，那神符实际上就是把那个草烧成了灰。哎呦，救救我吧，大师！哎呦，这种痛，由你肚脐之下转为肚脐之上，这叫丹田，在人来讲，这叫下焦，下焦往上就是您的胃。此时，眼前金星直冒。我问问你，现在你是不是已经眼前出现了一颗星星？有，一颗星星！大师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大师，救救我们老爷吧！救救我们老爷吧！早着呢。疼痛从中焦转为上焦，再到天柱百会，然后再回到命门之穴。
毒液流遍全身，打通你的任督两脉，再回到五脏六腑，烧化成浆。此时出现七颗星星和那北斗之术，你便一命呜呼告辞。哎，大师，大师您别走，我现在已经出现两颗，我三颗星星已经出现了，大师求求你救救我吧。这么快就出现了？哎，你比一般人发作得快呀、啊、难道你这心肠天生就是黑的？是是，我是黑心肠。哎呦，不行了，大师快救救我吧。哎呀，大师，要想救你只有一途啊。成成成，干什么都成，我都愿意。可是你这人吧，出尔反尔，我对你毫无信任。大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改，我从今以后我真的改了，我再不图财害命欺行霸市了，我就是倾家荡产我都愿意。求求你了，大师，救救我吧、啊、救救我吧、啊、要想救你却也不难啊，照我说的做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抬起头来啊，把鞋脱下来，哎，捧在手上，不能掉，捧着，哎，我把它当宝贝似的抱着。看见红绳了吗？红绳？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此乃我当年修道之时，我师父赐我的救命红绳，舔一口可缓解毒性发作。啊，慢。此物只能缓解毒性，不能解毒。五个时辰之后，毒性依然发作。啊，五个时辰啊！大师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哎，也罢。此处向东南50里山上有一座道观，我在那里赐你解毒仙丹。记住，必须心诚，必须步行啊！不得成教，不得休息，不得饮食，不得饮水，鞋必须顶在头顶，不得落地，记住没有？我记住了，谢谢大师救命，谢谢大师救命，多谢大师，谢谢大师救命，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我亮佛。哎呀，这个刘伯温还会变戏法啊，竟然把那个王神仙给打败了。是。行，那天让他给朕变一变，至少把马皇后那双脚给变小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据说在金华东南的山里。在山里干什么？要修行吗？目前还不清楚。那王神仙的底细查清楚了没有？据说原本是个小混混无赖，号称会治病，能占卜，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。金华的知府、通判和附近几个州的官员们和他也常有来往，逢年过节官员们都会去看他。哼，朕最恨这种和贪官打得火热的刁民了。那金华知府进牢了，他手里也想必不干净，给朕查，一查到底。是。大人，小的还是不明白，既然大人让大梨子已经把毒葫芦掉了包啊，也就是说这葫芦里面已经没有毒药了，可为什么王神仙还会感觉到疼呢？他自个儿心里有鬼呗。这人呢，不能心里有事儿，但凡你自己心里有点什么，最禁不住的就是人家暗示。还真是。不过还是好悬，大人一人毒进虎穴，我们大家都为您捏了把汗。哎，这你放心，比这还险的场面我爹都经历过。再说了，有我和大梨子埋伏着呢，一有什么不对我立马就冲进去。哎，先生，您怎么就断定他们会用毒药而不用别的呢？我呀，我会算的。会啊。而且我算啊，这王神仙此时此刻就走在他这辈子最难走的一段路上。
快！老爷，天气太热了，凉快一会儿吧。你要怕我死啊？爷。哎呀！25里路了，老爷脚上都起泡了吧？我这是心肠，起个泡算个屁。要不要坐坐轿子？坐什么轿子？哎，他们怎么还跟着？不是让他们别跟着吗？怕老爷中途。怕什么怕呀？怕我死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死了让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当陪葬。是我让他们回去啊。都滚，一个个跟屁虫似的，拿我当屎壳郎呢！滚回去！是，滚回去！走，走！落轿，落轿！真不走了？走啊！那这不做白不做呀！今日送战阵上朝去。要是离人上干，好烦恼人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赶紧走吧。来走。来，加把劲啊！都加把劲。好，往这儿往这儿啊！李子哥啊，现在我们该干什么？烧香啊，烧得越多越好。哎，好嘞，来跟我来，去吧。走。手脚都麻利点啊。停妻再娶妻，我先休了你。老爷，小的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哎呦，鞋要掉了！快！绑紧，绑紧，绑紧，绑紧！这可是宝贝儿啊！来！老爷，你看，看前面，香火还很盛呢。驴到了，大师说他在那儿等我呢，快走！哎，慢点儿。看来他们还真挺心诚啊。那咱们不能让人家这点诚心落了空啊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来来，走走走，还挺逗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让他们跟着，让他们都滚回去。哎，老爷，小心头上的鞋子。我不能让大师看见，说我心不诚。哎，那个房契、地契都带着呢。哎，都在这儿呢。哎，老爷，要不让他们人跟着咱们进去，先把东西留在这儿如何？可别让别人看见了。行啊。把东西先留在这儿，人都跟着进去啊。这位夫人，那白云观可在前面？前面那个有香火的就是。哦，谢谢夫人。我的亲娘，大师，我来了。还没到呢，老爷，您看，马上就到了。我这好日子要来了。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方便跟着我？后院，走走走，看看去。你们别跟着我！哎，别跟着，别跟着，都别跟着。小兄弟，请问这是白云观吗？是啊。哦，那请问有个修行的老道士是否住在这儿啊？没有。啊，这庙好多年了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老道士。难不成那个老道士骗我们？你当真？当真这没人在这儿修行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们逢年过节都来这儿烧香，从未见过有道人在此修行。那我问一下，这附近就这么一个白云观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方圆百里的百姓都来这儿烧香，难不成还有第二个白云观啊？难道这个白云观是个骗局？哎，不许胡说八道，这里供奉的可是大神，灵验得很，胡说八道要遭报应的。是是是，小五哥，小五，小五哥，小五哥，咱哥能走了。哥，你能走路了？我能走路了。你真能走了？真能走了。大神显灵了，让我瘫痪五年的哥哥起来走路了。哥哥，小五，快来，小五，哥，你能走路了？能走了，太好了。大慈大悲的大神显灵了，我肯定月月来为您烧香。大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哥，走走，以后我能走路了。太好了，哥，太好了，大神显灵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快看，我们没找错地方，就是这儿。这不就是大神吗？哎呦，大神啊，求求您了，大神，求求您了！我的鞋子你带来没有？啊！老爷，快看，鞋子，你看，瞧，快看！求大神。求求大神了！求求大神了！求求大神！大神啊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真的不知道是您呐！大神，求大神恕罪，求大神恕罪啊！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是大神吩咐小的来的，说要给小的仙丹，救小的命啊！错啊！大神，大神，大神，您不救我啊？大胆王神仙，本神屡次要救你，你呢屡次要加害于我。我劝你向善，不得害人，你却拿我的教诲视若粪土。就在刚才，你表面上是潜心拜神，实际上呢，椅子、轿子、仆役一大群，招摇过市，耀武扬威。这要不是知道自己身怀毒药，朝夕不保，你肯定故态萌生，这还要干那坑蒙拐骗、谋财害命之事。留你这种人又有何用？岂不是在给人间增添祸害吗？大神，
你可是冤枉我啊！我真是徒步，我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呀。不信你问问他，你问问他们啊，是他们非要跟我。你快说说呀！你小的不知道说什么呀？说那轿子的事儿啊。哦，对，是有人抬着轿子。大胆！是有轿子，可是我没坐呀。你快说说，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爷爷，我叫你声爷爷行吗？快说呀，爷爷。是，那轿子确实是爷爷坐了，不是孙子坐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谁是爷爷，谁是孙子呀？对，他是爷爷，我是孙子。大胆孙子王某，你可愿意当着神灵的面发誓说你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？啊，我王某人要是有一句谎话，那天打五雷轰。大神，你看我这嘴，都半天多了，一滴水都没沾过。你看我这嘴啊，看看啊。我都裂了。哎呀，这一张血盆大口连最后一颗狗牙都露出来了。大胆孙子王某，满嘴污秽，居然敢仰天张开，还不低头认罪。小子，我认罪，求大神饶命。孙子王某，听本神道来，你要按我的话去做，不可有半点推脱。是。叫你手下鸣锣，召集百姓来到庙前，把你过去做过的所有恶行一一道来，不得有半点隐瞒。天网恢恢，你这点事儿都在本神眼里，你就是几只狮子、几根头发，也逃不过我的法眼。同时，还要说清楚，以后你要如何行善，如何悔过。说得好，赐你救命仙丹；说得不好，生死自由你去。成，快！我去鸣锣。哎，大家都来啊！听王神仙说丑行了，听王神仙说自己的丑事了，看王神仙光腚了。大家都来啊！看王神仙光腚了。听王神仙说丑行啊，听王神仙说丑事儿啊。小的王某是颍州人，我在家中行老四，打小不学好，常偷窃，江湖人称黑爪子老四。哎，这不是金华府上著名的王神仙吗？对呀，那就是他。我怎么了，先生？这是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，被大神压到这儿来的。哎呦，大神显灵了！真是大老爷了。小的家里穷，后来就跑到这金华府，开了个小店，给人家拔拔罐子、捏捏脚啥的。哎，给人捏脚？哎。他不是号称峨眉山修炼得道的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骗子，大骗子。其实这些钱财挣的都是靠那些当官的，就是那些知府啊，知州大人的提携。哦，原来是给当官的提携的呀。是个报酬角。是，我是报酬角的。其实我呢，就是给他们算算命，说点好听的。有些当官的心里都装着小秘密，干了坏事吧怕遭报应，心虚，来找我这里算命啊、求神呢、占卜。你说他们还特别爱听好听的，什么马上升官，什么马上老婆换成更年轻的。果然就有钱就找小三儿啊。对对对，特
特别是那个颍州通判，都快60了，原本家里有一妻一妾，却非要跟一个比他小30的青楼女子偷情。哎呦，这小三儿，什么人呢？你这是大胆！哎，大神饶命！大神饶命！是大神啊！大神显灵了！大神显灵了！大胆孙子王，听本神与你说来，本神是让你交代你的罪行，你却拿这些狗男狗女的苟且之事前来蛊惑人心，你居心何在？不想活了吗？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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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大神饶命，求大神再给小的一个机会，小的一定如实招来。我是让你当着百姓的面交代清楚，你是如何假装给人治病骗钱，又如何强拆强占民宅，如实道来。我说小的我说，我招啊，小的我全招，小的我全招。小的其实啊，原本吧，明说会看病，其实都是假的。小的卖香符和神水，根本没有用。那香符其实就是那，黄表纸夹了个印儿，还有那神水，它也是烧了那草木的灰土做的。骗子！这个骗子！你大伯就是骗子！我是听你的话。你这个大骗子！你良心都给吃了！大骗子！骗子！畜生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别傻！大骗子！是是是是，误坏了良心，误坏了良心！骗子！畜生！你是怎么把金华一条街的人都挤走的？抢方的占地，你伤害了多少百姓？是是是，小的就是那个有点私心吧。地方越大就越贪婪，一天到晚就想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图便宜。然后你就把那家百年布匹老店给拆了，让一个老人家无家可归啊！一个老人家活活被你给气死了，你都不眨眼。你姓王的，你看看。刽子手！刽子手！你还我不行！你还我死了！死了！你还我！你这个畜生！你说我啥？打死你！你还我父亲！还我父亲！畜生！打死你！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神仙府所有的房契，给您，给您。去死吧！谁要你神仙府的房契？我只想让你把抢走的都还回来，你还得把骗百姓的钱都吐出来。你这个骗子！畜生！害死了多少人啊！大家都排好啊！谢谢谢谢，咱们按照顺序领回自家的东西。现在好了。